十块的笔，也就牺牲用笔，那是一定的。哦，而且慢一点，也就牺牲流畅度。所以现在是要取一个平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写快啊，就你一次写一次啊，你不可能完全看得一清二楚，因为你速度快。通常我们是不鼓励速度快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在讲那个用笔啊。可是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你要写快的，看起来好像是。中。方程这个拉长可以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你要拉长也可以，因为我你可以把它举起。哦，这个拉长太长不好看了，你知道吗？位置线这边啊太长了。不过你看啊，这幅字我写啊，很快，它速度很流畅，所以它整部啊是比较舒服。哦，和我以前写的不一样。慢慢我们会进入那个章法的时候。我们为讲比较多的。
这整副碗你看是不是？不过以前我写的是不一样的。那也有我要讲解释那个什么是入账簿，什么是整个字画是一体的。对啊，它会出现。可是这个你要你的用笔要很稳，然后你提笔要有变化来的。你看到吗？你是说你不会出现啊？很少出现啊，它全部相同的那个情况。反正你需要一个时间去练的。